他有一些好看的 Eric， 第一名今天这支影片同样是暑假每周三更企划的影片，这是第二部。那今天我们要来看跟上次那个撞车游戏不太一样的，是我一个同学他去参加2021年的小小 YouTuber 冬令营所拍的影片。那有点对不起那位同学，因为他其实连结一月就发给了，结果到现在六月才看。好，不过反正我们也是来看的嘛。OK， 那我们就现在戴上蓝光眼镜，准备一起来看这个他们所拍的影片吧。那在开始之前，我们先检查一下所有东西。首先呢，我们看一下它没有字幕，因为它音色内嵌字幕了。然后画质只有 480p， 好，这个就可能比较在目前来说不是那么主流了。然后下面还有一个浮水印，使用威力导演编辑，那跟我现在所使用的编辑软体 Premiere 是不一样的。对，不过威力导演 OK 啦，所以他应该是用免费版，那个会有那个浮水印。那我在这边先讲一下哈，就是我这支影片会用比较严格，会用比较严格的标准去评论哈，那就请大家见谅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就准备来看吧。好，从一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，他们这个收音哈，我觉得主办方在，如果你真的是希望这部影片是就是要拿出来就是做给别人看的话，希望是可以把那个就声音用好，比如说就找那个，因为那个场地太大会有回音，可以选择在一个小房间里面进行。然后我也没想请问一下，就是为什么这个标题的部分呢，有些是冒号，有些是分号呢？看来是有规律，但是我是不太清楚啦。对不起，真的是比较严格一点。还有，就这个错误我也会犯，就是我之前在用 iMovie 剪的时候，就是因为那个字幕大小没有控制好，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。对，我也要注意。洗手乳，好 ，OK。好，哇，这看起来是有打光哦，这有打光，不错。好，这个我以前也会翻，就是镜头有点晃。我建议如果要拍这种定景场，你可以加个脚架，没关系。不过我是真的觉得啦，就是有浮水印的真的是不怎么好，因为像那个后面那个完成了三个字的那个字幕，完全都被那个浮水印给盖到了。这是威力导演的问题。施工到底是怎样啊？白颜料，哦，是分工还蛮明确的，嗯 ，OK。哇哇，这个戏剧效果有哦，嘿嘿嘿，这个有。哎，等等，我觉得很怪怪，我们先继续听。好，我严重怀疑他们是不是把两个配乐的音轨就是重叠了，它就是好像那个音轨有重叠的部分，这个部分就是在收就是这个试听的这个方面会有一点问题，小小的问题。对，客人都说防疫期间当然要多洗手了，来，手上湿，加上一点肥皂。哦，这个还蛮，就是有很蛮标准的程序，这些乖宝宝。那怎么怪怪十点的？对啊，肥皂怎么怪怪？
等等，当你发现你的肥皂快快的，你还会用吗？反正我是不会啦。你这边买手机小费。哇哇，这个笑声非常的非常的这个中有综艺效果，嗯，好，还蛮不错的。不过真是的，我一个才200多订阅的人评论一个小小 YouTube， 这有什么好评论的吗？英文不错哦，英文不错。好，这个背景噪音可以稍微减小一点。然后我这边的背景噪音，请问我是在讲什么？我上面施工了，真的是哎。结束洗澡步骤，这么奇怪的味道，这是什么？该不会是什么？算了，哇，哎，这个好像，这个，怎么感觉一般人应该会再更聪明一点吧？就感觉看到自己肥皂怪怪的。对啊，你就会发现怎么洗都洗不干净。怎么洗不掉？不是啊，这个拍摄者啊，你是在笑？算了。为什么你打不开的时候，不是应该是就努力把它打开？为什么是这样子？请问你是在干嘛？不是应该这样吗？尝试把它打开。不是，你都已经那么黏了，你还加洗手乳啊？你是在好。会吸收的位置，默哀3秒钟。但是，我看他前面好像有讲一小段话啊，好像有，就但听不太清楚就是了。好像他因为没有上字幕，我觉得如果你要上字幕就尽量全部都上。关灯。我觉得第一个还蛮就是，蛮有实验性质的，我可以试试看。好。自然哪里不好了？而且不是，这不是夏令营吗？而且不是都是那个门，应该都有门那个警卫吧？应该都有，就是不会让怪人进来哦。刚好进去。等一下。等一下，这个小孩里面有两个异性在上厕所。虽然我知道同性也是会有问题，但是里面有两个异性在上厕所，然后你就给我把门拉开啊！里面的门都不锁的，这是谁的问题？我觉得两个人都很有问题哎，这小孩有前途。不是啊，我觉得当你发现你的门被打开了，然后外面是有灯的，然后你看到一个异性在那边偷窥，把你们打开再把你灯关起来，请问这不是，请问他们尖叫的原因到底是哪一个？不要重播，我的耳朵会爆掉。为什么你要重播3次？你是跟我学的吗？然后我还蛮好奇，请问这个上面这个点是哪来的？那个是还蛮，我觉得那个各位，如果你真的要恶作剧，那个绝对不能尝试。刚第二个绝对不能尝试，你会死掉。等一下。这个我也有不妙的预感，为什么你要进去女厕？这跟刚刚是刚刚那个人长大之后，然后就变偷窥狂了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
啊，这确定不会有问题吗？你不要当你是小孩你就可以这样搞哦。好大胆的男生竟然敢进女厕！对啊，这男生竟然进女厕，这到底谁想的点子啊？怎样啊？哇，哇塞，这个哇，哎，很呛哎。话还蛮多的。首先第一个就是呢，先真细节，就是刚刚像这段重播的时候呢，他重播了三次，每次都把画面放大。但是放大的话呢，我就请问你是要他是要看地上的卫生纸，还是要看那个人的脸？我不知道。但反正我刚刚看这段的感，觉就是觉得这个恶作剧。好像不是那么常用到，因为这个它叫丢丢乐嘛，意思就是说你要丢别人卫生纸，但这个要建立在有个变态跑去异性的厕所里面，你才有可能针对这个去对他做恶作剧，这个我觉得有点不是很方便。好，没关系。这个配乐是重叠了两段还是三段？这个真的是有点那个。Oh my god！ 在干嘛？水龙头，把颜料涂到水龙头的出水处。这个我见过，这个好像还蛮，我觉得这个成功几率还蛮大。我觉得这个是里面，这个里面最容易成功几率也最大的，我觉得。好，我看了这个负责剪辑这个影片的人，应该是还蛮喜欢重播三次的哈。口香糖。看一下，假蟑螂。我这里有口香糖，你们要不要？要啊，验一个。我就觉得他们这个剧本还算蛮不错的啦，他们看起来稿子打的比我还要多。哎，通常这个时候不是应该有打一下，闪他巴掌，这干什么东西？不是应该这种吗？对不起，我不是话剧社的。要 Oreo， 要口香糖，先把口香糖吃。等一下。啊？所以他现在是。现在打开。不是，为什么刚刚会突然跳到这边？他是。它是有两，我猜测它是有两个口香糖的把戏，还是说它其实只是它忘记放标题了 ？I don't know。拿出一片，拿出一片 Oreo， 好 ，OK。好，对，这就是我以前会遭遇的困扰，风声很大，还有施工声很大。开来 ，OK。把它压扁。压扁。放进去。然后盖起来。捏一捏，这样就完成了。这样确定不会发，不是。啊！
啊你那个盒子打开了，而人家就看到第一个人怪怪的，你确定别人不会发现吗？还是大家都很笨？放进去。没关系，我们继续看。呼叫黑轮 ING， 好，黑轮就冲过来了。要不要？啊，不是这个是，这是官方，这是官方吐槽是吗？都有，好啊，好啊，你要不要吃？好啊，来给你，好，这个是戏外笑点嘛，我不知道了，因为我这个是以比我个人还要严格的标准来看的，就是我个人的影片可能效果都没这个好了，但我只是讲一下。是吗？你觉得怎么可能会好吃呢？不要这样乱吐啊！不是啊，那个人才那个。奥利才可怜啊，你给他这样吃，他不可怜吗？你还竟然说奥利可怜？啊你，他是不能把他吐在纸上啊，口香糖把他吐在纸上，吐在地上的，没公德心真的。如果你要吃，他可能脸是一直在下方留言。我可以留言吗？哦，它上面写留言功能已停用哎，那我不能留言了，真讨厌。好，我们继续看。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好，按赞按一下，好。新的影片，我也蛮好奇的，请问一下，这影片是要怎么有新的影片？他们应该只有做这一部吧？如果还有的话，我们请我的同学再帮我传另一部的链接，我下次再拍这个。下次见，拜拜。彩蛋，好，先看个彩蛋吧。不是啊，按你这个彩蛋，这个只要放多久？难道这就是彩蛋吗？这个我觉得放个3秒、5秒就好了，不用放那么久。不知道为什么你音乐放那么一小段，然后不放，然后就是这个应该算心得吧，不算彩蛋。其实我真的很惊喜，哪有一点恐怖，就是被人真好玩。OK，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好，但是因为我是有做其他影片的，所以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小铃铛、留言、分享，通通都要做到。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啊！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推荐我看这种影片，例如我对这种小小 YouTuber 的营队还蛮感兴趣的，如果大家有看到什么其他的，欢迎在底下留言或私讯给我，我一定会看的。OK， 因为我知道会发给我这种人大概很少，所以我一定每一部都会看。那我们就下期再见，拜拜。